国道一号嘉义路段凌晨发生两起车祸意外，北上254.6公里处，三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大货车发生了追撞，造成一男子身体有多处擦伤，紧急送医。而同一个路段还发生两辆大货车车祸，造成一人受困，手臂疑似骨折，所幸意识清楚，由消防人员协助脱困送医。